录卸妆视频，可是我不想卸。我录卸妆视频的原因是因为我要让大家看到其实我也有痘什么的，是因为我感觉化妆化得很好，那我愿意卸。给大家分享一个小 tips， 把眼睫毛已经贴出眼睛以外了，会起到一个横向的一个放大。他们说我的妆看起来皮肤很好，肯定是化了妆是有加持作用的。那我开始录卸妆视频喽。那今天还拍了卸，所以刚刚在现场其实已经把睫毛眼妆卸过一次了，然后已经改了一个妆。我已经防晒了，但是还是被晒出一个斑。你知道有一次有多好笑吗？有一次半夜醒来，我觉得我眼睛睁不开，因为双眼皮贴封起来了。双眼皮贴这样贴的，看一颗痘出现，看发际线粉，谢谢。你看第二颗痘，让我们来期待第三颗痘。卸完了 ，over。还没结束呢，我妈还要挤黑头。哎呦，你的眼泪也出来了。好了，成功。哦，肿起来了，直接。再见。